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间展厅里，陈列着两面旗帜，一面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新兴里战斗模范连奖旗，一面是美军第七师三十一团北极熊团团旗。这两面旗帜共同见证了抗美援朝战场上那场发生在极寒条件下的强强对决，长津湖战役中的新兴里战斗。我们一直战斗到半夜的三点半了，冬天。七十多年过去了，新兴里战斗模范连连长李昌岩仍觉得那个寒夜从未走远。50年11月，我从南方到朝鲜来，那是我22岁。1950年11月25日黄昏，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打响，志愿军首先在西线发起战役反击。此时，东线联合国军仍继续向北推进。27日，美军陆军第一师主力和第七师一个加强团进入了长津湖地区。为遏制其攻势，志愿军第九兵团昼伏夜行，悄无声息地抵达指定作战位置。李昌岩带领四连参加围歼新兴里之敌的战斗。打新兴里以前啊，营长啊，团长到我们连去啊，告诉你，你们准备打新兴里，这个地是美国的还是李承晚的不清楚，要你们呢变前进变正察，给个情况打。当李昌岩和战友们到达长津湖时，迎接他们的是朝鲜50年一遇的寒冬。夜晚最低降至-40多摄氏度的气温，几乎把那里变成了一个生命绝境。那个枪真凶，这铁一样，有的厉害了，皮都拉掉了。冬天那个枪还有的还打不响呢，打不响你得打。那时，李昌岩和战友们并不知道，即将面对的对手是号称北极熊团的美军第七师三十一团。11月27日，夜幕降临。黑暗中，远处透过来的微弱光亮吸引了连长李昌岩的注意。他带领着战士悄悄摸了过去。这个一靠上，第一先开枪了，那我们就不可以再打。打死死了4个，伤了俩。打死了一小股敌人后，寒冷和饥饿袭来。战士们钻进帐篷里，开始搜索所有可以御寒的物品。指导员庄元东扯下一块彩色的方形毯子披在身上。突然，帐篷外传来枪声，庄元东立刻扔掉那块毯子，带领战士们加入战斗。原来，刚刚战斗的枪声引来了美军的支援部队。美军一面用火力封锁四连前进，一面发射出数颗照明弹，企图看清志愿军的部署。当咱们呢，大家还要隐蔽下来呀、啊！你不要暴露目标，你就卧倒，隐蔽，你准备以后再战呢。连长李昌岩趁着照明弹的光亮，冷静观察敌情，并迅速调整作战方案。他率领一二排从侧翼向敌攻击。其余战士继续正面牵制，美军的炮弹不断向志愿军倾泻，伤亡越来越大。指导员庄元东被榴弹击中，不幸牺牲。当时我心里我就觉得，这个火候就来了，告诉前连前排，要为指导员报仇啊！
此时已经穿插到敌人侧翼的一二排正悄悄接近一片敌人守卫的营房。四连是一个尖刀连嘛，插得比较前比较快，这样的话呢发现了有三个营房，全连战士啊积极抢占这个主动权。连长下达进攻的命令，战士们迅速将几颗手榴弹投进屋内。我们一冲进去，敌人他就反扑，反扑我们也没有管你这三十二人，我们也打，你也打我也打，但是重点还是打不过他们。这就是毛主席说的，美国是个纸老虎，他在当真老虎打。李昌岩指挥全连利用地形向前跃进，包抄敌人。美军被这一贴身战术打得措手不及，除一部仓皇而逃外，大部当场被歼。打完了以后啊，进了屋以后一看啊，刮得乱七八糟的，还有地图，还有电话，这连队是不可能有的，起码营以上的。那时四连的战士们还不知道，他们竟然一举捣毁了北极熊团团指挥所，击毙了赫赫有名的北极熊团团长麦克莱恩上校。在新兴里战斗中，四连共击毙敌300余人，缴获榴弹炮12门，控制了长300米、宽100米的阵地，为志愿军第27军以劣质装备全歼现代化装备美军一个加强团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1950年12月，该连被志愿军第27军授予新兴里战斗模范连称号。咱们这个部队呀，非常重视这个信仰的部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呀，啊，舍己为谁？认死，我要往前用。咱们志愿军在朝鲜打仗，我们为什么能胜利？有同志们的勇敢不怕死的精神，有人民的支援。后来战士们才知道，那块曾被指导员庄元东披在身上的毯子，原来就是北极熊团的团旗。从此，美军撤销了第31团的番号，北极熊团团旗落下，新兴里战斗模范连的战旗永远地飘扬起来了。新兴里战斗模范连经多次转隶，整编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四连。在战火中淬炼出来的战旗精神，如同火炬，在一代代四连人手中传递，生生不息。